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，你终于来了！对不起，兄弟们，我来迟了，请大家跟我一起走。啊，教主，如果您想撤退的话，咱们恕难从命。教主，九天宁死也不走。无忌，本王早已向老天起了誓，愿与同道中人同生共死，绝不会走。只要我的血没有流干，我就要多杀一个恶贼。我知道你们是热血汉子。 大敌当前，岂能临阵退缩呢？我是带你们知道皇宫，来跟迎头痛击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绝不让援军再蹂躏少林古刹！痛快！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就跟援军决一死战！决一死战！谢逊，你武功全废，为何还要救我？一念之间，我谢逊走了弯路。你不要谢我，不要以为天下人都负了你，然后去报复。一错再错，最终没有了回头路。 我谢逊误了半生，又修了半生，如今终于悟到了，可以去见孔剑大师了。
达，率大军及时赶到，杀入援军主帅大营，群雄士气大振，势如破竹。援军溃退，少林围困得以解除。启禀掌门，消息属实，赵明已经离开了少林寺。各位，张教主果然没有让咱们失望，和那妖女一刀两断了，我们可以和那援军放手一搏了。放手一搏，放手一搏。大哥，你说无忌这回是不是真能狠下心来跟那个赵敏断绝情谊啊？吴三人他们不是说了吗，无忌其实一直防范着赵敏，昨晚决战前夕终于当机立断请他离开少林，以免泄露军机。看来在大事当前，无忌还是知轻重懂取舍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各路英雄，我们前去杀那狗王爷一个片甲不留。杀了狗王爷，片甲不留。丐帮弟兄们，跟我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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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并未受到昨日挫败影响，锐气十足，还用上了什么雷火霹雳弹，我们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。好多的援兵抱着那个霹雳弹就冲着我们奔过来，一个个都视死如归的样子。楚阳王用兵果然厉害，援兵士气大振。这边都是拜张教主那心肝宝贝所赐。敏敏带兵打我们？不可能，他宁死也不会这么做的。张教主真的是娘娘的好知音啊。芷若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敏敏她怎么了？你快告诉我。据其中一个死士临终所言，原来汝阳王为了激励士气，下令陆帐客和鹤比翁连夜潜入少林寺，抓走了你的心头肉，亲手击杀，并将他的尸首挂在树上，任由秃鹰啄食。喝吧，小心烫。我总是不争气，不但没能帮到你，还要你来照顾我，
别那么多废话，赶快复原，光大我峨眉。光大峨眉，我听说援兵在山下集结，准备大举攻山，我们还能活着离开少林吗？赵敏被他爹处死了，而且死得好惨，是吗？那是他应该的。我知道，你最恨的人不是张无忌，是赵敏。你现在一定很高兴了，是吗？你说的对，我就是彻头彻尾的大笨蛋，带什么兵打仗啊？最后连你也保护不了。教主，教主保重。你放心吧，等我办完我该办的事情，我就来陪你。不会再让你孤单一人了，等我。我们死了那么多的兄弟，这仗可怎么打呀？撑不住也得撑，要坚持。恒兄，恒兄，现在后山告急，你们迅速带着巨木齐的兄弟过去，务必守住。是。怎么样了？凌岭那边顶不住了啊！现在援兵从北面山坡攻上来了。教主呢？空同派，请你们迅速前往北边增援。凌岭那边山势崎岖，可甚是埋伏。丐帮的各位长老，请跟我们明教兄弟一起奋勇杀敌。白雪，真是，这是张教主的指令吗？他人呢？各位兄弟，现在形势紧急，大家务必齐心协力。谁都知道最危险的地方是北山，昨天一仗我空同派得了多少兄弟啊？是啊，是啊，今天对还要让我们去坚守。范有石，王明鼎一仗我们折了你三个乡主，你这是在报仇吗？总比咱们和援兵对面交锋好吗？樊有石，是不是我们丐帮多年以来与你们明交不和，今天就想让我们吃这个亏，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谁打的？说的，我打的，我打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们明交怎么了？哎，那个没牙那老头，你不服是吧？来来来，出来，咱俩练练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过来呢！行了，周殿，别闹了，来啊！别算了算了。各位，难道你们非要在这个节骨眼上争个谁更可怜吗？大家别忘了，袁俊可都杀到我们眼前了。裴勇，
在这站着说话不腰疼？你们明教怎么不往前冲啊？对呀、啊，你们冲啊！对呀、啊，怎么不冲、啊？你们冲啊！冲啊！要脸吗？光是我们后土亲牺牲的那些兄弟，就比你们昆仑派所有弟子人数加起来还要多。你有什么可以不服的？地眼王，阿弥陀佛。各位施主，冷静一下。范施主，张教主呢？目前正是需要他来主持大局的时候。大师，我们教主有急事要处置，再由在下代为主持。哼，该不会张无忌怕了援兵，偷偷的躲起来了？是啊，哎、谁躲起来？快让开！出来！听说那个妖女死了，张无忌就疯了吧？放屁！你才疯了！放屁！你疯了！你才疯了呢！各位，此时形势严重，我们在此争论也毫无意义。就目前情况来看，我们六大派只能自寻出路。昆仑派听命。是。我们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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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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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也走。哎，不能走。该跑。我们走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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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走走走走都走。要走你们就快点走。都走了，谁抗援军呢？
神不外驰，气不外泄，神归无穴，堪离，堪离。姨父，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啊？其实您教我的，我永远记得。出事了，四哥，果然不出你所料，汝阳王意在诱使你离开豫南，赶来守林相救。他已暗中调配大队精兵，暗度陈仓，趁机出兵突袭濠州。现在濠州已经危在旦夕啊！突袭濠州？是啊，濠州位处要道，乃兵将必争之地，我们竟然中了他围魏救赵之计。是啊，教主，在下有罪，中了汝阳王的奸计，还请教主见谅。朱大哥何罪之有呢？谁又想到这个汝阳王还有这一招？我们立即上路追赶援兵。对，让属下先行告退，亡羊补牢，希望能挽救濠州。朱大哥，这个汝阳王善于用兵之道，不易对付。我这里有本兵书，你拿着吧。这是武穆遗书。是一代大侠郭靖前辈所持的岳武穆将军用兵心法，你好好留在身边，希望能帮助你击溃援兵。不，教主，属下何德何能，这兵书绝对不能收。这兵书乃先贤抗敌的心血，而我并非将才，不善用兵之道。但朱大哥你不同，你骁勇善战，一直带着明教兄弟出生入死，多次击溃援兵，乃明教中首屈一指的大将。这本兵书的主人舍你弃谁呢？教主一片好意，你便收下吧。是啊，谢谢教主。
祝你马到成功，成功击溃援兵之后便是百姓之福了。属下必定鞠躬尽瘁，不负教主重托。好，保重。保重教主，我们出发。出发。无忌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见微知著，以我所见，这徐达和汤和眼中只有这朱老四，可半分都没有你呀。舅舅，这些年来朱大哥招兵买马，攻占州县，杀得半个朝廷烟尘滚滚，大汉河山差不多有一半被他光复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功劳。我们当日歃血为盟，共举义气，未来未去还不是为了这件事情。别说朱大哥对明教没有意见，即便有，那又怎样呢？只要能让百姓安享太平，明教教主的位置都可以让给他。教主万万不可呀，朱老四和教主不一样，让我们心悦诚服的不是攻城略地，也不是招兵买马，明教上下万众归心，皆是因为教主宅心仁厚啊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若明教教主父王见谅，与大汉河山相比，明教为轻；与大汉百姓相比，明教教众为轻。从今以后，明教与各派再无芥蒂，为抗朝廷暴政，互为联络，同心同德，与民造福。同心同德，与民造福。阿弥陀佛，众位英雄，感谢你们保卫了少林呐、啊！如此大恩，老衲铭记，少林铭记。多谢张教主高义，我们这就回去，集合本帮的弟子。张教主日后待有吩咐，我丐帮定入力而为。入力而为。张某多谢贵帮相扶，保重。长老，保重啊！各位兄弟，后会有期。保重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张教主，空通派就此告别，告辞。保重。哎，英雄珍重啊！我等回山休整之后，再与贵教联系。我昆仑派就此作别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啊！保重。后会有期。保重。各位，珍重。无期，大师伯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大师伯，无期，大师伯没事。庆叔在最后，懂得醒悟悔改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安慰了。好，大师伯一切保重。无忌，你也节哀。各位英雄多保重。多保重。宋大侠保重啊，殷六侠保重，保重啊，各位保重。告辞。告辞了。哎，我说啊，这峨眉的周掌门怎么没见人呢？堂堂一派掌门说走就走，这又有点不太像话吧。据老衲所知，周施主应该还在山上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空文大师说你在这跪了一天了，谢前辈用生命来度化我，此恩此德莫齿难忘。我只想在走之前多陪他老人家一会儿。
谢前辈，芷若就此别过。我送你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世俗虚名，恋恋无益，光大峨眉，不如普度众生。义父知道你大彻大悟，他劝向有之。会为你高兴的。但愿如此。他好喜欢你。我是说这蝴蝶。青叔虽然最终舍身成人，得到他父亲的谅解，但是以他的性情，回武当肯定难堪。我已经征求宋大侠的同意，带他一起回峨眉，一起参道。如此安排，宋兄也会安息的。无忌哥哥，你别送了，芷若就此别过。这两把举世无双的神器就藏于灵蛇岛的天坑内，掌门命我二人出海取回，专程送交张教主。刀剑已断，内藏的兵书和武功秘籍都已经取出来了，为之贵派掌门送来刀剑有何用意？掌门吩咐弟子转告张教主，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我明白周掌门的意思，只有断剑重续，宝刀还原，是所有武林人士乃至全天下人的期盼。号令天下可以号召江湖人士驱除远地，恢复汉室，还天下百姓一个太平盛世，对不对？想来掌门正是此意。兄弟们辛苦了，这一次重铸刀剑意义非常重大，大家一定要当心啊。教主请放心，瑞金奇属下精通铸造刀剑之法，这正是我的拿手本事。启刀。吴兄弟，算了吧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教主，让我们多睡一会儿。
你们都在干嘛呀？阿离，这哪是你待的地方？赶紧出去！这个是什么呀？好好玩啊！阿离，别动！小心！珠儿，阿离，没事吧？让爹爹看看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阿离，阿离。阿离，阿离，珠儿，阿离，珠儿，珠儿，珠儿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你别碰我！阿牛哥哥在这儿呢，你别怕啊，没事。你不是张无忌，你不可能是张无忌。张无忌他个子比你高，人也比你俊，你不可能是张无忌。对，珠儿，你不可能是张无忌。别让你爹担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赶紧先回去啊，听话，来，快。你不可能是张无忌，你不可能是张无忌。啊！你不可能是张无忌，你不可能。对。我不是张无忌，我是你的阿牛哥哥。你是阿牛哥哥，你是阿牛哥哥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珠儿，对不起，我把你心爱的担子弄脏了，对不起。阿牛哥哥真的没有事情，没有脏。可是他弄上心，他就是脏了。你根本没有弄脏什么，上面都是我的血。可他弄上血，他就是脏了。不，血不脏。他为天下至宝，为元神之本性命所负。阿牛哥哥不是张无忌。元神之本性命所负。阿牛哥哥不是张无忌。珠儿，阿牛哥哥给你买好多好多江米人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先回去。来，走，来，快走。阿离，阿离，终于找到你了。阿离，你没事吧？爹刚才伤到你了吗？舅舅，我是故意的。我想到了。想到什么了？小时候曾听我义父说过干将莫邪夫妇铸剑的故事。古代匠人每逢铸器不成，往往以血击刃，最后都能成为无上神器。可能只是个传说，也可能是上天感应匠人诚心。今天我们一试何妨呢？好，教主，上刀。皇天在上，今日我等以血祭刀，兄弟们，动手！这些血已经够了，就不用我的血。嘘，行了，别说话。修复成功了，只剩下这倚天剑了。倚天剑比这屠龙宝刀要薄，所以修复起来应该容易。
教主，他们的心里话就由我来说出来吧。这把倚天剑杀我明教弟子无数，特别是瑞金旗的庄长旗，就死在倚天剑下。他身上染的血比我吸的人血多成千上万倍，我明教中人恨之入骨，续不来。而且那周掌门是面慈心毒，这剑要是给他续上了，到时候他还要光大峨眉，怕是反过来将咱们赶尽杀绝。就是啊，我才不会上的第二次当呢。倚天不出，谁与争锋？我倒要看看这把剑怎么与我们的屠龙刀相称。续他作甚？兄弟们，我知道这把剑与明教恩怨颇深，要大家为此剑洒血劳心，无忌实在是不忍。可是兄弟们，我们曾经说过与各门各派恩怨一笔勾销，今后连同一起抗元。今天我们要让天下江湖义士都知道明教的凶心，确信我们团结一致的雄心。我们更不能让兄弟们的血白流。重铸倚天剑，一来是祭奠所有抗元义士的亡魂，二来是让世人都知道这把倚天剑代表真正的武林正义，要让它成为悬在司域权力头顶上的神器。我们要拿它斩除一切妖邪，照亮人心，照亮江湖。那还得再割一次啊？你能不能别说话？好吧，好吧。贵教高义，峨眉感激不尽。剑一续好，教主就命我即刻动身，尽快把这把剑送过来，以示和贵派永续友好。张教主有心了，贵教续剑还剑，峨眉深感大德，以往恩怨已化云烟。有周掌门这句话，我叫上下也就放心了，也不枉教主和我们以血祭剑，伤口还没好呢。贵教以德报怨，只若无以为报，若有抗元义军，我们峨眉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。谢谢周掌门。义父、外公，请你们一定要保佑孩儿能够守护住这些百姓。张大嫂子回来了，去河边放灯船了。
怎么了？傻傻的。你真美。我知道，发簪一直在你身上，你昨天不肯拿出来，是想再多见我一面，是不是？还是什么事都瞒不了你。我曾经答应过你，将那断成两截的金盒子接好，可是在灵蛇岛的时候就丢失了，所以我给你做了这个。这是你亲手做的吗？嗯，我捣鼓了一个晚上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这盒子我很喜欢。帮我戴上。好。其实我也一夜没睡，给你绣了这个。我知道我绣的不好，我不常做这种事情，你将就一下。绣的很好，我特别喜欢。其实我想绣平安二字，但你武功高强，平安对你来说应该不难。在这乱世之中，你身担重任，身边说话的人又多，要走对的路，得心下清明。我明白。秘密，我知道了。以后我决定什么，我都拿着这手帕。想起我们的约定，一定能心下清明的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无忌，你回去吧。你要好好保护你自己。等我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，一定会。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，朱大哥，我找教主本来是议事，没想到赵姑娘也在这儿，多有打扰。教主，赵姑娘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我没有死，周先生很失望吧？啊，不不不不不，什么叫我很失望啊？当时我就说你没死吗？他们都说你死了，尤其是那个杨潇。赵姑娘，难道这是你的计谋？彭大哥，不是他的计。啊，赵姑娘对我们教主情深意重，背叛君父，弃暗投明，令我们明教的兄弟无不敬重啊。是啊，那天我还给你哭坟来着呢。之前明教的兄弟都以为你死了，都惋惜不已，现在好了。赵姑娘起死回生，也解了我们教主的心结，让我再感谢一下赵姑娘。朱元帅，你多礼了，小女子受不起呢。我原本就是来向贵教教主话别的，既然你们来了，与他有要事相商，我就不便打扰，就此别过。请。秘密，赵姑娘，请留步。赵姑娘，既然我们明教弟子对赵姑娘再无芥蒂，我们教主也希望赵姑娘留下，不如姑娘跟我们回去，共商前程。小龙，小姐，小姐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行辕除了平时闹鬼以外，其他都挺好的。你呢，就安心在这住下来，当我的大姐姐，平时没事就陪我玩，好不好？你忘了，我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你爹爹见我如见鬼，你抢着招呼我，你爹爹他很不放心呢。我爹爹他就是担心我，傻傻的，你不用管他。郡主，哎，郡主，
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，你没有死啊。范幼师，我死而复生，你是高兴呢还是担心啊？我当然是高兴了。他们正在大殿商量要怎么处置我呢，只差你一个人。客房在哪里啊？你带我去。好呀好呀，走走喽。这儿。哎呀，本来吧，这个郡主没死，我也替教主高兴，人家要走就走呗。你这个猪老四，你非给人留这儿，你留他干什么？就是。赵姑娘刚与教主分离，教主心里有些跌宕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现在军情危急，教主心力疲惫，也需要一个人照顾，不是？咱们这儿缺人吗？咱们这儿缺人吗？非得让一个妖女来照顾？舅舅知道，那个姑娘对你是真心的，只不过她之前囚禁六大派，嫁祸于我们明教，而且我们又多次与援军交锋，令我教兄弟死伤甚重。如果你非要把她留下来的话，恐怕这些兄弟对你会有怨言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赵姑娘的身份已不同往日，留下来只会对我明教大大有利。诸位，你们好好想想，依着赵姑娘的性格，为什么能够跟我们明教同仇敌忾？那是因为她受了我们教主的感召，因为我们的教主宽德仁厚，这样做的话反而增长了我军的士气，灭了援军的威风，不是吗？正是此意，范幼使说得对。而且我提议马上让教主与赵姑娘完婚。真没想到你会亲自给我消礼。你是阿牛哥哥最疼的人，我怎么能不好好照顾啊？谁说的？阿牛哥哥呀，最疼的人是你。阿牛哥哥是疼我，但是啊，他最爱的人是你。对了，今天阿牛哥哥啊还拉着我在旁边悄悄地说呢，珠儿啊，赵姑娘一定要麻烦你亲自照顾，特别是饮食，别让你爹欺负她。你说阿牛哥哥这还不是关心你呀。别说了，卓老四，我告诉你，现如今舅如父，无忌的婚事那是我们的家事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管。印堂主所言差矣，我们今日所议之事并非你的家事，教主的婚姻事关义军大局，必须先行斟酌。朱老四，在这明教论资排辈，轮得上你来教训我吗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好了，各位不要再争吵了。阎王，你也稍安勿躁，大家好好想想刚才朱老四所说的，我赞同。我相信就算是杨作士在此，他也会同意的。我们明教从来都不是一盘散沙，一经决议，四方团结，全力以赴。你既然父王这么说，我周天第一个同意。野王你呢？周兄，我不是。你不是就是你是同意了。我也同意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诸位兄弟，我们大家都统一想法了。教主，您的意见呢？你们能接受赵姑娘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至于我跟她的婚事，还是跟她仔细商量再做决定吧。这个是千层糕，这个是桂花糕，这个呢是蛋黄酥，还是这个，反正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，你也吃点吧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那个狠心短命的张无忌就是你的阿牛哥哥？阿牛哥哥怎么可能是张无忌啊？你傻了吧？这世间的事情往往出人意料。你就当我是说傻话，如果他们真的是同一个人，你要怎么办啊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会选当年的张无忌做丈夫，和现在疼我爱我的父亲做爹。你选的？
不是，明姐姐，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怪可怕的。你吃这个，吃这个。谢天谢地，你没有死在灵蛇岛，当真是老天有眼啊！我才应该谢天谢地你没死呢，要不然爹跟那几位叔叔老是管阿牛哥哥叫张无忌，撮合我们俩，烦都烦死了，真是讨厌！你别告诉他。谁讨厌谁啊？嘘，阿牛哥哥，我把你的照顾娘还给你了，我走了。比起从前的殷离，现在的他或许更开心一些吧。明明，你终于苦尽甘来了，大伙都等着见你呢。等着见我？没有人提出要杀我了吗？快走吧。兄弟们，教主回来了。属下恭迎教主抗令。恭迎教主抗令。都是自己人，不必多礼了，都起来吧。谢教主。教主夫人，之前属下多有冒犯，还望教主夫人海涵。我看大家弄错了吧，我跟张教主还没有成亲，怎么会是你们的教主夫人呢？是啊，范幼使，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都还没商量呢。教主还商量什么呀？请吧。拜堂喽！我们都是江湖之人，郡主也是女中豪杰，既然你们情投意合，那咱们也就不拘泥小节了，早日把这个心事了了，然后专心教务，这是教主之心，也是我们明教之福。花好月圆就在今日，那又何妨？诸位说是不是？是是啊。郡主，作为你的师父，我还是了解你的心思的，你对我们教主一往情深，义无反顾，所以这样的安排你也不会有异议，对吧？朱元帅，这该是你对你家教主的隆情厚意。郡主，明明，明明，明明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到底怎么了？难得明教上下对你再无猜疑，我们一直盼的不正是今天吗？再无猜疑。你舅舅一直恨我入骨，不然你也不用请你表妹来护我周全了。不错，舅舅之前确实对你不太友善，但如今也不反对婚事了呀。这桩婚事有利可图，他才不反对的吧？蒙古郡主嫁给明教教主，会令明教士气大增，难道他们不是这么想的吗？或许范幼使他们确实有点计算，可是他们不光是想让明教士气大增，更想要置我爹于死地。难道你忘了吗？在援兵眼中，我米米特木尔已经死了，他们一定会将你我的婚事大肆宣扬，以振军心。消息一旦传到京师，我爹就是犯了欺君的死罪。他老人家跟朱老四棋逢对手，
不久前平定河南，进军汴梁，你们战事吃紧，朱老四想用此等巧计无可厚非。可是我爹，他之前放我生路，我不能反过来害他呀。明明你说的没错，是我不好。对不起，明明，是我一时糊涂，害你差点没利用了。你现在明白就好。无忌，你以后得防着点朱老四，只怕他提议我俩成婚。我想，不单单是想要谋算我爹，更是想要损你威望。你跟蒙古郡主成婚，一时之间或许能够增长士气，但长远看来，这是随时拉你下马的口实啊。你说的我都明白，但毕竟江山为重，名教为轻。倘若朱老四想做教主，只要能让百姓安享太平，我就让他做。你胸襟宽广是件好事，只怕你不计较，别人却视你为眼中钉，想要除之而后快。我懂得保护我自己，他伤不了我的。那你万事小心，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多待一晚上，可以吗？但他负隅顽抗，苦的却是天下百姓。不知还要熬多久，百姓才能安享太平。人会变，月会圆。希望他老人家早日大彻大悟，最终能够以老百姓的幸福为依归，别再逆天行事了。明明，什么事啊？我有个不情之请，我想见你父亲。八爷，煤气罐也没埋伏，安全。嗯，名叫张无忌，拜见王爷，小王爷。这边请。这是江苏的洋河大曲。入口绵，落口甜。王爷，小王爷，你们尝尝。嗯，好酒，果然是醇香啊。这酒得要上好的高粱，上加泉水，才能酿出此风味。无忌在此，敬过王爷，参军一杯。本王知道，江南一带都是好山好水，物产丰盛，但要确保繁荣，可不是起兵造反能做到的。无忌知道，但若官破民反呢？元朝幅员广阔，官员多入星海。稍有不仁者，在所难免，上报君上即可。若动辄作乱，百姓哪有安宁之日啊？百姓是居无宁日，才会起而反抗。难道王爷认为，官员只是偶有不仁？朝廷各种商税课额日增月长，偿付以外，又有丁税、包银、奉钞等，百姓何以为生呢？做官的广占田地，男人只能为奴，任人欲卖。够了！这。喝你一杯酒就要听你这些废话吗？难道本王就不知道你说的这些吗？要一步一步的改，朝廷中没有像你这种直话直说的人，即使有，也是难有作为的。爹爹，王爷知道他直话直说就好，他向王爷提出的，言出必行。
此次请王爷来，是恳请王爷为天下百姓着想，暂息干戈。你们最近战事频频失利，现在跟我说什么暂息干戈，你想得到容易？爹爹，不要相信他，这只是他们的缓兵之计。我不会和一个反贼讲和的。我现在劝你马上投降，归顺朝廷，我还能在朝廷之上向皇上为你求情，免你一死。无忌大胆问一句，王爷对这场仗有必胜的把握吗？王爷，最近的战事死伤甚重，再僵持下去会有更多的无辜百姓无辜牺牲，难道王爷就没有半点恻隐之心吗？听敏敏说，王爷是勤政爱民的好官，无忌才斗胆向王爷提出休战，与民休息。我可以向王爷保证，明教的兵马绝不会再做寸进。现在双方陷于苦战，我实在不想看到不停的杀戮，生灵涂炭啊！我不是为了个人荣辱，而是为了天下百姓，恳请王爷考虑我的建议。爹，你不能相信他，他是反贼。哥哥，我可以以性命担保，张无忌所说的全是肺腑之言，绝无半点私心。好，我可以暂且撤兵，不过我还要养兵蓄锐，总有一天把你们明教全部消灭掉。明教给您灭了又如何？只要暴政存在，就有千千万万的百姓起而反抗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任你武力再高，兵力再好，若不得民心，也会终将灭亡。张无忌，你治人用皆权，可惜啊。敏敏，你的确有眼光，以后的路怎么走，你自己来决定吧。爹爹，哥哥，你们保重。你也是。女儿，你自己多保重吧。教主，既然事已妥当，我们早点上路吧。神庙二老，你们在干嘛？神明二老，我命令你们马上住手。范勇士，你也停手。什么人？哎呀！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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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爹，爹！宝宝，快走，快走啊！稳住大元江山，你是唯一的希望，你要保护好自己啊！哦，爹，快，快走，快走啊！我汝阳王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保全大元江山，你是我汝阳王唯一的儿子，只有你才能实现我的遗志，你不能让我死不瞑目啊！快走，爹！张无忌，我一定要杀了你们，我一定要杀了你们！快走，快走啊！爹。儿子走了，快走！爹，对不起。别难过，人都得一死，只是我汝阳王百战沙场，今天没有死在战场上。
我问你，是谁安排的弓箭手？朱老四，他们俩是不是也被朱老四给收买了？朱元帅那开的价码高啊，我们兄弟俩当然就另寻明主喽。朱老四，我问你，行刺汝阳王的计划，是不是你的计谋？是属下的主意。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陷我于不义？知道。那你为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媾和能平息战乱吗？我只知道元朝不灭，天下只会继续大乱。一时的停战，不能让百姓安乐，只能令战事延长。杀一人，能拯救百万苍生，我认为值了。那你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？现在我成为同谋者，是个不信不义之人。正是因为知道教主是以宽厚仁德之人，所以才没告诉教主，请教主治罪。啊，教主，其实这件事情，朱老四之前跟我商量过，我并没有反对，所以论罪责，我跟兄弟们是一样的，求教主责罚我范瑶吧。教主，我们事先都知道这个计划，犯了欺瞒之罪。请教主处罚，请教主处罚。好啊，好啊，原来你们都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。请教主处罚。朱老四，明明，你这个阴险小人，是战暗算我爹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和汝阳王是战场上的仇敌，不是他死就是我亡。我爹一生气干，驰骋沙场，你在战场上杀他，我无话可说。可是如今，你却用如此卑鄙的手段暗杀他，我要为我爹报仇。你让开，明明，你要杀就杀我吧，我是他们的教主，是我的无能害死了你爹，我愿意承担这一切，我求你放过他们。张无忌，你不要以为我不会杀你。若我一死能解你的恨，会解你父亲在天之灵。我愿意一死。教主，教主，教主，明明。
也请张教主不要来烦我。妮妮，不要。当初我义无反顾地要跟你，如今我也可以义无反顾地不要你。我米米特木尔说到做到，只可惜我输的就是我爹的命。明明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一定会去找你的，完成了对天下苍生的承诺，就算天涯海角，我也会把你找回来。无忌，太师傅，对不起啊，还说摘叶子给您沏茶，是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，苍生如蝼蚁，观之可悟道啊。孩儿愚钝，悟不出来。太师傅也是百岁之后才悟到的。你的日子多的是啊，你年纪这么轻就能平静江山，却毫无倨傲，难得呀。平静江山岂是无忌之功？无忌如何能倨傲呢？是啊，江山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打下来的，但是峨眉派的弟子能够下山出力，还有少林、华山、昆仑各派联手，能够听你明教的指挥，这团结之功非你莫属啊。今年我生日，你能送我这样的礼物，我感到十分的欣慰。能让太师父欣慰我就知足了，只希望百姓能得净土，我也好功成身退。去找赵姑娘？只怕他怨念未息，找到也是枉然，徒惹他生气。当日情势也不由你，天下万事遗憾的事情不少，但你还年少，憾事随时可以补。只怕关乎生死，无忌虽会武功，也无力回天了。人力当然不能补天，但是人心可以撼动天下，自然可以穿透铁石，一切顺乎自然，何必愁城自困呢？我90岁大寿那一年，你爹送我一幅字画，我练了一套拳作为回应，你想不想看呢？当然想。
莫危于昆虫，树木莫见乎蝼蚁，隐隐逸逸，交错往来，行无一迹，物不动哀。迅雷震而不骇，疾风发而不动，虎贲比而不射，龙剑挥而不恐。乃吞舟而视之，无大小与轻重。不必多礼了，谢谢教主。杨左使，你还好吗？当然，大事当前，我才能老在养伤呢。正是，元帝即已北逃，半壁江山已定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北伐元帝，与不断滋扰我们的张士诚、陈友谅等周旋。当然还得定规立法，以安民心。对。这样才能稳住民心，让民安居乐业。教主可知道，要稳住民心，先得有一个安民之君。你身担重任，身边说话的人又多，要走对的路，得心下清明。乱世苍生，一如蝼蚁，隐隐逸逸，交错往来。朝代兴替，周而复始，功名富贵，更属烟云。我等应聚义而起，解民疾苦。难道为的是这把椅子吗？我们要的当然不是称皇称帝，可元帝已走，下达政令，先要有一个主。明教中人可以奉教主之令，可天下的百姓需要一位明君。大家可曾记得蝴蝶谷之事？还是把前教主的遗训都给忘了？要是忘了，我再次提醒大家，圣火令中的大令，就是身为明教中人，不可为官做君。克成大业之后，需退为平民。教主，请听属下一言。前代教主颁下戒令，只禁为官者，每多欺压百姓，以警示我等。现如今我等已推翻暴政，倘若我们以普救世人为念，不当官不做主，百姓无主，一旦被陈友谅利用，用无德之人称王，那天下岂不更乱？朱大哥，我们若善待百姓，百姓岂会投靠无德者呢？只因这天下必须有人称王做主。教主，你名望德行，天下无双。这龙椅，你要不坐，难道要留给天下凶恶之徒吗？还望教主三思。望教主三思。
张无忌，或有容人之量，救民之心，但不敢说德盖天下，更没有经世之才。当日我为教主，曾立志依明教教规而行，若违背此事，又有何德可言呢？杨左使，明教宗旨为何？救世度民，除恶扬善，不受朝廷俸禄，不受土地金银，为草野之人，方可为民抗官。一旦为官为君，必会置草民于度外。拿刀来！明教屠龙宝刀，弑杀残暴无道的君主，诛灭贪官污吏，千年百年此志不变。我身为明教教主，在此向各位兄弟起誓，若有违此誓，明教千千万万兄弟与我为敌；我若有违此誓，有如此矣。你们在此立誓，今后刻苦为民，无论他日谁当新皇帝，若不善待百姓，倒行逆施，明教上下必将讨伐。我等今后何等为民，无论日后谁当新皇帝，若不善待百姓，倒行逆施，明教上下必将讨伐。明明，我也找你好久了，你真的在蒙古吗？上，上，Man.